因为其实到今天早上的态度不敢出来，也是怕被查水表。一些手法，我们不能瞄得太死。对，乌龟主要讲乌龟。对，然后打国家产权之前跟地窖的一些状况，把它也包装在这一组。参业者共同签署啊，对，他除了自己要逃，其实只是拿官方另外一个地方，要两分。要下一段地窖的。所以那个酒店撞彩啊，有撞顺，然后多一个画面要开框哦。好，我画框了，我来弄。哎，帮我问一下那个画面。来，我想十九岁这个啊。二零一现场音乐。我四点了，我抽了什么？十分钟，没办法。可以了，来不及了啦。平衡嘞，等一下，你今天请我调不来得及吗？我看你应该是来不及。小波，那就请你来。现在是吹当风的，你每天都是风景的。就这个。Round down 好了吗？不知你的一七四五哦。好。这个要重修。玉文。多久？五分钟左右。不行，十分钟。好，我们尽量。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离太阳时间越近，玩梦制作人烦躁指数接近87%。来，等刚刚出哦。最低车玩梦制作人此时已经无法动会。还有多久要睡？刚不是跟你讲说马上要睡的吗？马上。摄影定带老大马西挥发会两等起。7, 3, 2, 1, 跳，请讲。5:49，欢迎走进昨天晚间新闻。新闻一开始，我们来看的是让很多民众感到焦虑。20，来看我们的行政院怎么搞的？继发言人造谣，用了贴身短裤，看着店员反应来窃笑，甚至……谢谢各位。站台北新闻人员走进台北高等行政法院，针对汪广。同学们，播出结束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大家好。怕等吃醋，等豆用。12月12号开始，跟着中天走，掰了52台，立刻订阅 YouTube 中天电视频道，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完全免钱。同步下载中天快点 TV App， 一键看中天更方便。订阅中天，守护台湾，刷一排加一。